速满装。那个掉下去之后就被那个泡泡那个被岩浆块吸下去。对啊，你要游泳才能游上来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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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打架打架，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哎，新年快乐！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我的红包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我来补。来，有装备。等一下，我补好了。啊，刚刚的升等应该要留着。几次再打架？哦欸、对，我还有经验。没红包啊，我也没红包、啊。谁没红包？我也要红包。我也要红包，红包分一点。我也要，我只要钱。好、哦，打几次再打，几次都打架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自由，我捡到好多装啊！自由，其实要分一下装啊，其实有，我放在箱子里面了。好、欸，还有很多经验结晶呢，我会放箱子啊，都放箱子哦。欸、经验结晶很好用，我都放进去了，我觉得高等一点再用比较划算。还有好朋友，还有好朋友，高等再用。完了，找到好朋友。这中间那个好讨厌，他今天没有来。有，他心与我们同在。好。哎呦，都没有人剩下来。有赝品哦。他们的那个骑士在中间抢到的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是的。大祭司，金，然后铁弓。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为什么弓会有忠诚呢？射出去会飞回来吗？因为他不要给强力，他不能，他就不要给人家付钱。砍我！什么忠诚？简单的武器。音乐，下一个附魔的可以去了。左边加分祭坛，左边好，我来。右边有绿宝石，绿宝石还有多星的。有。好，我来。好，来 ，Go Go Go！ 这什么神秘的剑士？这个是什么？河马。河马，他是信封吗？这什么烂东西？往前冲冲，那个咒病的核心没了。好，病我去补。草帽在跳，草帽掉。这里还有个，我补好了。被烧就直接跳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小狐狸来打我们核心。哎、欸，西瓜，小狐狸，战神核心没了，战神核心没了，小狐狸，是祭司是不是？他们祭司在中间水下，好，我来，我要上龙座台，拖死他，死了，哦，祭司来了，祭司中间水下打，祭司打架，我装备在那，打架怕，刚不好，跑回去了，跑走了，那中间太垃圾了，几顿就没了，沉下去了，打的乱七八糟。捡装，金装，捡到很多，好，看到很多，捡到附魔装带回去，怎么那么多黄金？我刚刚也捡到一堆黄金，哎、欸，那个陷下去就被烧死啊！要游泳，有游泳模式才游得上来。中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坑！哦，这是谁家的剑呢、啊？谁家剑？怎么有燃烧？是燃烧吗？燃烧二剑，我的。哦，吃东西吃到一半点到工作台啊！我在附魔台那边出声讨厌，会点到工作台，超容易点到。右键工作台。哦，祭司，祭司哪里？中间。我来了。又切换到那个。我来了，祭司来打架了。祭司来打架。哦，祭司，喷装了。有没有打架？简单装备就好了。哎呦，这合成很烦嘞、欸！哇，这中间的、欸、为什么我经验值会一直掉、啊？超烦，因为有人杀人，有人杀人就会随机掉。全队随机两个人扣一等至两等。天哪！哦，这个好烦啊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盾都举不好。这是奥义。哎，那个钻石中的，啊，祭司中间祭司，哎，枪哦，注意哦，小心枪哦。他拿枪！啊！这是抓地啊！下去！那个六百秒了，第二西瓜，我们的暂时没了，暂时没了，我再买岛，补，有很多工作台啊，我去买一些岛啊，好，祭司来到家了，哦，好，你买一些基础附魔岛，祭司打架，祭司来打架了，他跑回去了，算了。欸、我们铁不够啊，要存铁。
好，你要不要先买换绿宝石啊？先买那个32了。啊、哦，没有那个现在祭司模式没有啊。为什么？那怎么不拿掉？一直勾引我想去换、哦。算了，我再下来。32吗？32绿宝石，换一下看看。哦、经验又没了。没有，那祭司模式都是直接就是升值，就原本就两倍。对对对对哦，我那现在才知道、欸。他们祭司一直在中间呢、欸，超凶的、欸。我们铁没有铁啊！哎，我星际狐狸，走，战神又没了。史蒂夫在下面跳。战神又没了，好，我来，我要回血，拿铁，跳，战神我来，我放了，好，你来，红队的铁，是不是有人在拿铁啊？有人拿了存了，哪里？谁？我觉得怕、啊，我也拿着枪吓他们，吓他，哎呦，意思一下就很不错了，意思要打架了，打架。走，稿子哪里可以换东西啊？对方的稿子，商店里面吧。商店里，然后左前方村民的后面那边。对对对，再放一个附魔岛，这是基础附魔岛。没事就吃喝喝吃起来，打那个草帽啊。左前方，哎呦！左前方，哎呦，就面向面向面进去商店，面向要出来的左前方，懂，同志村，他这里射箭的会一直点到那个，狂点的存在，好又想在那边举盾啊，那边超烦的，他们想从左边来哦，我不要想说要拿盾打，因为都会被那个工作台。小雨，你要先抬头举拉弓，然后再往下指。超烦！我刚才在打那个。哎、欸，魔枪！那这么早用，没什么用啊。是是。哎呦，家里有空就存铁哦，分数岛跟绿宝石岛都还可以。好。哎，掉下去了。啊！你有没有存起来？我被射了一下，我被射了两次。怎么尖刺啊？顶出来就基本上是放不回去、啊，我屁股一直被射到。哎、欸，中间、啊、下面那个祭司又来了，祭司在下面，祭司在下面哪里？对，祭司是很凶凶，很凶凶。啊，哎，很卡的，一直卡到，摔死，赌博啦，狐狸在后面啊，修啊，中间真的超级霸气的。一下去就粘住了，中间超危险。看到一个史蒂夫被粘在那边。哎、欸，有人捡到我的装吗？没有。被狐狸捡到装了。哎，蓝队的挤过来了。哪里？左边。加分机场那边。他们机是在左边，中间去下面了。中间下面，他又来了。欸、他真的超，他就蹲在下面。哇，因为他会一直在中间负等级，然后看到有人他就到下面。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放经验岛啊，这赶快放好了。这边再放个巨币，这放个巨币。哦，汪汪放巨币，又卡了。巨币，汪汪放巨币。巨币，刚就讲放巨币了哦哟。哦，这就是他们直接来家里了。哇，汪汪，让我过去。没关系。左边等于是通哦，对啊，通的好。祭司来了，有没有人？没有，你怎么是蓝色的？没有人哦，你小心一下哦。刚刚装备都掉了，感觉特别容易死掉这个关。那掉下去很难。都算着中间的，对啊，那中间下去就好惨了。哇，什么666？他们的那个祭司啊，祭司在哪里？我来中间。啊、那那边感觉很危险，过去就很容易被围剿。对啊，而且你又不能举盾，对，举盾一定要。我忘记他们的绿宝石了。你要先是可以啊，你要很早就先把盾举着。对，不能放开。早举。耶、yeah, ！我到他们家玩了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哇，章鱼的造型，中国章鱼。他们那个祭赛在中间。啊，因为你的武器是钻剑哈。我的武器是铁剑，你可以拿副的钻剑啊。
我还没拿到，我在前线，我在前线。好，等一下再拿。那我帮忙付。没捡到什么东西。好痛！我坐着直接冲。也掉回来了。如果有多捡到结晶的话，帮我放到那个箱子里。结晶会在哪里啊？中间附魔台上面。附魔台上面会掉。就是它要跟那个青金石一起掉。好好好。哦。啊！哎呦呦，那个祭司在中间，我在砍他，我被打下去，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了，赶快推上去，推上去。这种西瓜，西瓜人。哎，谁要把铁钉换光了？可恶！不无力量。汪汪是你吗？不是我。啊！我被推下来了。我不会怕，我没有那么大用铁的量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下去下去。他们很多在下面，很多在下面哦。下去下去下去。我又按到工作台，有有打死打死打死！小狐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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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后打他前后打他，干掉！还有人，打下去 ，OK， 漂亮！下面打那么开心，哎呦，下面刺激啊！哎呦，下面你要小心哦，等下他们祭司哦，我捡完了，走了，草帽来了，好，草帽不见了。这个商人可以买什么、啊？负一的。嗯，有没有缺什么？看一下。有，我要放核心了，不，我要放东西了。来右边，来右边。右边。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在你后面。因为这个都有很多钻剑啊，你可以再去附魔。掉了。放一个。哇、哦，爽！怎么有人拿双刀啊？放东西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耍个帅、啊。好痛哦。Yeah.啊，谁？你在前线吗？这个可以。哦，我回来了。这个先抵着用。好，这什么？哦，风力二，好，可以。因为这两个。哦，我核心还没恢复。好，哦、有了，恢复了。可，走。去挖挖。我要拿双剑呢。砍他！你后面走进了危险地带。什么危险地带？危险地带，校园的击杀，哇，你好危险啊！我在那边停顿，他是被那个岩浆块，还是因为他靠近了你死掉？靠近死掉也太可怕了吧！你的身边就是危险地带啊！来啦，这是谁？哎呦，红队先不看我，来到核心村，是我？怎么了？我们是红队吧？蓝队核心遭到破坏，他们的祭司呢？没看到，他们祭司快死啦！祭司现在没走出来，祭司在他们家，他们在家里，祭司在家里。哦，人来了，这个谁？小浣熊，狐狸，小狐狸，这是小狐狸。祭司躲在家里。啊！哦，哎，有人对我爆弹！进攻啦！祭司，我看到那祭司非常的可怜。哎，进攻啦！哎。杰克给你，祭司，他一直狂喝金苹果，又干掉，上去上去了，上去走，退，他们家祭司的啊，我一直看到祭司大莲花，可惜没有捡到很多。哎，打架啦！祭司来了，没装备哦，想走，等级上不去，没有了，装备场上捡就好了，场上捡就好很多啊。等级有那个啊，直接升一等的、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杀人的话，就是一直扣回去，扣回去，升不上去。你要存一点啊，就是可能这我们也没办法。哎呀，买个稿子，哎，好多绿宝石在我身上，我放着好了。哎，绿宝石吗？你可以给一些吗？我去买那中间的。哦，我带过去。我这23颗够吗？有够够够。前面是打起来，前面是打起来，喊一下。前面，这里。左边，右边。哎呦，花吗？嗯。中间还在打哦，我来了，欢迎小林，没事，我来了，没事，感谢，
打！哎、欸，有人去我们家喽！守护者，我没看错的话，哪里？哪里？左边没有看到，哪里要小心？躲地道吗？就是他有躲起来哦。上去了，上去我们家楼上啊！我们家了啊！我们家楼上，不，我要死！啊！欢迎你到西关了，哦，他们其他人冲过来了。透，他一直在挖，有人在打他吗？透，你在爬，人在爬，正在爬。我保护你。透，那狂快，那两天都还会有很多绿宝石。死了。他们其实在中间。哦，没关系，先等陨月这个。对，我怕他冲过来打陨月。啊，我漂亮，六六六。Go！我也挖了。血还都